齐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顶级赛事文评论道。2013年金立智能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激战正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一起来欣赏其中的最精彩、最好看的对局。今天的对阵双方是两位主角，一位呢是来自贵州百灵队的主将，现在呢等级分是刚刚位列第一的新科世界冠军啊，小将十月九段。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广州广日队的主将，也是韩国的著名外援、老牌世界冠军朴永训九段。哎，新老两位世界冠军的交手必将是火花四溅啊！那今天呢，我们将要请来的是赵守勋五段和裘丹云二段，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番精彩的对局。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讲解的这盘棋呢，是2013年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9轮的一盘主将之战，是由贵州百灵队的主将十月九段对阵广州广日队的主将，也是外援朴永训九段。那么这两位棋手呢，都是世界冠军级的棋手，在此之前呢，都已经夺得过世界冠军了，所以呢，这盘棋呢，想必都是重重相碰啊，因为两位都是世界冠军嘛，要看鹿死谁手啊、嗯。对的。嗯。这盘棋，不过内容上看也确实是符合这个冠军级的这个水平，下得很好。是的。尤其是十月现在最近这个状态神勇，在国内和国际赛事中啊，就很少见他输棋了。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势头好的不得了了。嗯，没错。他基本上都是作为贵州百灵队的主将出战的哈。对对对对，如果在前两年的话呢，可能贵州队有这个李哲呀、朴文瑶啊。嗯。十月一般来说是作为这个偏将。对、但是他胜率是非常高，他在围甲联赛中胜率一直都是出奇的高。哦。今年他可能就是做主将会比较多一些了，因为他是新科的世界冠军嘛。嗯。状态最好的棋手了。嗯、的确，他也有这个实力。没错，是这样的，而且他。在今这个年度的这个围甲联赛当中，作为主将出场的次数非常多。嗯，这已经是第7盘了。嗯，在此之前呢是4胜2负，也就是说已经胜率已经非常高了，对对对对，达到66%多。你想，在围甲这个高手如云的赛场上，啊，大家都是在拼搏的赛场上，你要作为偏将想赢一盘棋都不容易，何况作为主将呢？现在中国围甲联赛其实就是。可以说是围棋界的世界杯啊，小世界杯啊，这个云集了世界上所有顶尖高手。没错。应该是，也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中韩吧，中韩两国最强的棋手都在下这个围甲联赛。因为韩国的前几名，等级分前几名都是在围甲下主将。都在，对。是的。尤其是这个主将战，那就是几乎就是世界级的水平。是。都是世界冠军级的棋手在下主将。嗯、好，我们先来看棋吧。十月的黑棋。嗯。啊，他是他下的星位，嗯，然后下了这个小木在这，嗯，这个最近比较少见的下法是这样的下法，看来这个夺得了世界冠军以后，然后状态又好，等级分又跃居第一的十月，信手拈来，什么布局对于他来说都不是问题了，感觉、嗯、对。布局其实本来也是对胜负来说啊，就属于它是一个起跑线。是的，布局你下的好不好？嗯，那这胜负整个一盘下完是一场马拉松，对，布局可能就是前100米，大概是这么个概念。但你前100米跑的不好呢，你可能就别扭，这个后面越跑越别扭，这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是的，是的。所以也很重要。嗯。但是如果相对于这个漫长的胜负马拉松，这个是。最终的终点来说，它还远得很。嗯嗯，布局其实，我看基本上所有的高手啊，这些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方说李世古力啊、李昌镐啊、嗯，啊这些当年曾经在世界棋坛上都是这个数一数二的棋手。嗯，大家可以看，其实他们布局没有一个常用的套路。对，是的。嗯，因为你如果用一个常用的套路的话，容易让。别人研究出对付你的方法，好针对你。哎，就像原来武功正术，他就喜欢下宇宙流啊、三连星，
有一段时间大家拿他没办法，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不太行了。所以说也要那个因地而变，有的时候确实是你没有不是长胜的布局，没有长胜的套路，要让人家无法琢磨你的套路。对对对对对，只有最厉害的人啊，最厉害的棋手下什么布局都厉害啊。就有就我觉得武侠小说里面经常说这个叫什么真气所到之处草木皆为利刃，是吧？结果他用什么兵器他都一样收拾你，这就才是高手。关键在于他要有内力。对，关键是看谁在用。对，白棋下了一个中国流在这儿。因为韩国棋手也非常青睐中国流。是的，他们在布局上好像一般都是学习中国棋手的比较多。对对对对，啊，这个也有，之前我也跟韩国棋手有过交流。他们是一般来说啊，有机会的时候他都会问中国棋手。对，他都会问。布局上都有。你们是对怎么回事儿？比如说我前些天的时候去带队去下这个围乙，大家知道是非常残酷的，其实他的这个竞争激烈程度啊，可能比围甲还要高。因为他就是很多队就争夺两个名额，这太残酷了。而且他连下七盘。对，连下七盘就下完了，不给你这个。这个回过神来的时间都没有，因为状态不好，对不起，拜拜，一会儿就下完了。对，那个我们队呢也有一个韩国外援啊，当然我们也是冲甲的队伍，这个韩国外援就我们一块摆棋的时候，他就经常问，啊，我们是那个李应九，我们是那个宁波市政队，就是聂家军啊，代表宁波市政队，那李应九就会经常问谭笑，就说比如说我们这个。这盘棋马上要见到挂角，哎，这个现在特别流行，下了好多好多啊！但是我觉得好像都是白棋挂黑棋的比较多。都有，只要你敢下中国流，我就这样，我就敢点你的脚。就挂完了，直接点三三。点你的脚啊，很多。然后零九之后，那个非常兴奋的。就是赶紧可以说是像抓到了那个什么救星一样的抓住谭笑，使劲问，就是哎，这个点脚是怎么回事？你们中国是怎么研究的？啊，就把他的一些想法就拿出来交流。的确，就是这是一个说明了一个现象哈，就是韩国棋手他们相对在一起研究的这个时间比中国棋手要少。对，他们现在也有了，他们也很看重这一点。但是他们还是这种组织啊，组织性、纪律性差一些。像我们是国家队，这个于老一声令下，那大家把这个就给你拆透了。对，那倒是。对，这是我们有优势的地方。我们有优势的地方。但是我想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衍生出来的另外一个话题，我们现在看布局，就觉得有点没有意思，有点枯燥。因为什么？就大家只要一个东西它一流行起来，一点脚，我们看十盘里面八盘都点脚，就是它大家拼命下，对，拼命下，风靡一时。因为什么？就是确实是集体研究的一个成果。那你这个东西确实是能便宜，那么谁不喜欢找一个最好的下法去下呢？那为了这个胜利，对不对？因为围棋它现在我们毕竟对于职业棋手来说，围棋是一个竞技项目啊。是的。对，我们要去生存，要去赢更多的棋，总是要下这个对胜率能有保证的棋。对。那所以说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嗯。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对棋友来说，就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好事。那像以前这个武功正术对吧？这个三连星宇宙流。那是多么的飘逸，多么好看。对。啊，像那个。他们当年那个六大超一流时代啊，我觉得很怀念的，大竹英雄的这个美学大竹，宁可棋输，我们也不能下这个鱼形啊，包括曹勋玄、曹燕子这个棋风就是非常的灵活，非常的速度极快。对，那聂老。比如说我们最尊敬的聂老，那他这个有时候这个大山压在你头顶一般的这个稳重的推进，这都是各式各样的棋风，他在布局上也是展示的淋漓尽致。什么样的布局都有，百花齐放。那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看到的都是一些，就是千篇一律的套路对，拼命下这个最实用。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套路到底是怎么下的吧，就究竟什么样的？我说了半天了，好的。翻这个，嗯，因为这个最终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竞技胜负的一个产物，就是导致大家都太看重胜负了。白棋搬下去了，是这样。嗯，在这儿，黑棋接上。对，这一点脚就大概就下成这样了。嗯，只要一点。因为你现在大概不肯拐到这儿的话，这个子的距离不太好。
以后有打入之类的，是这样的。对，你管在这儿，他总便宜了。啊，人家很舒服，人家这个活到脚上去了都。对。不用往回拆了，这以后。大概就这样。这一个，靠住。靠住。长，接上。嗯、黑但是单加。嗯。虽然它流行，但是我跟大家讲，也许再过几个月之后，我们就看不到它了，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嗯。嗯。是的。因为几个月以后，可能大家都觉得已经吓透了，这个变化大家都心里已经一目了然了。一目了然了，那谁好谁坏都知道了，就是说坏的那一方会避免。哎，对对对对对、啊，总有一方会认为自己不满意，对，那么可能这个变化就不会出现了，嗯，他就换一种方式回避掉了。这个我说实话，我之前我是对黑棋很不能理解的，是吗？我自己啊，个人啊，因为之前我看到有这样的下法，白棋爬。爬在底下，对，白棋有爬在底下也是很常见的，哦，经常能见到。爬在底下呢，黑就脱先了，嗯，黑棋很多棋手就脱先了，比如说他走一个这个，我们随便摆啊，就是这样，对，然后白棋可以接上，这个接是先手，这个是先手，对，接上之后白棋呢可以暂时脱先，也可以补一个，比如补一个，走一个，嗯，这样白棋挺厚的，挺厚的，就是这个棋我就是给大家简单的首割一下，换一个次序讲。我为什么说我觉得黑棋不是很好呢？就我不是很理解黑棋为什么这么下哈。就大家看这个定式，大家一定很熟悉。它本来是应该这样的，对不对？这个我们次序就不摆了，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而且该怎么下出来的，对，很熟悉。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见没见过黑棋这样硬爬一个，然后脱先的下法？好像没有。这个好像是，好像不行吧？这样的下法，然后被别人拐下来，这个能行吗？弯一下，这个弯一下便宜了两步棋，但是还有可能弯不着，本来是白棋弯不着、嗯。但你这个被我吃下来，这个就不能看啊！这个简直是，我觉得这不能忍啊！他爬在这儿，可能比接在这儿差距不大吧？嗯，差别不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黑棋有可能说还便宜点。嗯，所以我个人理解啊，我不知道人家这个高手他们天天下。他们可能这个理解比我要深刻的多，嗯，但是我站在我的立场，我个人是我觉得黑棋，没啥好的，就是说，假如说他半粘的话，你赞成白棋爬在底下是吗？对，白棋爬在底下，如果就能像这样，我是觉得白棋就签字了，这个肯定，这为什么不行呢？是的，黑棋这有啥便宜的？先弄个小角，这个被我拐下来，嗯，相当于被我拐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棋。哎，这爬在底下还挺好的、嗯，我好像很少见到他们先爬在底下。反正之前也挺多的，哦、就是黑棋有在这跳的，有干嘛的，跳，反正也有脱先的，脱先的也不少。嗯、就是，这当然我也是听谭耀说的啊，我也是听他高手说有脱先的，所以我就简单的这样判断了一下。那这我只是在这里，我也只能说是一家之言，我不敢说这是我这对，不过我是觉得站在白棋的立场，白棋也没有那么好怕的，这个剪角没有那么可怕，嗯，啊，你就正常下就完了，它无非就是掏你个小角，想开点，对。我对于广大的业余棋迷来说，这个角上的变化完全不能决定胜负，完全不能决定胜负，这个、千万不用怕它，对，不用怕它、你怎么下都可以，这个棋我觉得白棋不亏，这地方我是觉得啊，跟输赢没关系，对，这是加，嗯，就是他现在大家都这么走。他们觉得呢，好像这个棋能下成这样，黑棋还不错。嗯，觉得下成这样不错，好像爬在底下的下法是另说。像这样就是说，黑棋这个角反正半死不活。对。但是你要想制裁他，你得花很多很多手。费劲。也不便宜，对。是的。但你要不杀他呢，他也不干净。嗯。就是将来他也是欠着棋。对，他要补一个才能算完全活干净。对的。是。啊，白棋在这。白棋虎了，嗯，现在。下成这样，嗯，然后黑棋又回手长了大长，这样的来看的话，黑棋速度还是蛮快的。对，黑棋速度比较快。是，在这一带。嗯，就我相信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如果人家点角，我怎么办？对吧？如果见到这个的话，就是这点角到底是什么结果？我如果拿黑棋，我敢不敢点？我如果拿白棋，人家点我怎么办？嗯，那这就是一种心情，我觉得很能理解啊。但是的确，目前来说，我们也给不出一个结论。对。然后再一个，我还是我建议，就是我的观点，我觉得白棋，如果你拿白棋，你不要怕它，这个白棋应该不会亏的。没关系。没关系。战线还长着呢。对对对。这后头。
实战白棋是走的这个。对啊，我觉得。这个怎么样？感觉这个。不太清楚，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实战的，因为我看过这个进程，我觉得不咋样。这张棋肯定是。不太能理解的。有问题是吗？对，我们先说实战，这样他走这个。他靠住了。等一下，走这个都是就是局部来说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定型了，这个是一个长形。但像这样呢，黑棋一尖，接下来我们一会儿再看实战后面的进程，一会儿再摆。就这样的话，我觉得白棋是有点被动。这白棋有点被动。被动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子的交换把自己下得很重，而且它局部只能拆二，这拆二导致眼位不足，你还得去撞，这个非常的不舒服。我认为它不太好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棋如果你还是要走完之后只是一个小拆二的话，那么干脆就不如先不走，比如说你直接打入，是吧？对，直接打入。直接打入的话，那个底下就不一定要大飞了，有可能用超大飞或者用别的掌法。直接打入，首先我们要想的就是两点，第一点是怕不怕人家走这个。如果怕他走这个的话，那你这打入就不好了，对吧？那你就给人家以这个选择就不好。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局面，这肯定是不怕他这个的。这个现在的局面啊，白棋这边还是挺厚的。是。这是一个一道后势，双方竞相这个争投的一个阶段。双方谁投在前面，谁就会比较的主动，是这样的一个局面。那这个时候你来走这个，被我把这个关键点一占，那接下来可以预见的是，我向你是大范围的这个压迫。啊，从这个中线过来，就是对黑棋一个极大的压迫。那么黑棋这条棋呢，也就是捞了点木而已，你谈不上对白棋进攻。是的。因为你现在是被动。所以说这个打入的时候啊，我相信黑棋应该还是走这个。因为双方都要争这个头。对，黑棋要争这个头。谁先动手很重要。那么最简单的区别就是在于，比如说我还是走这个。比如说啊，那你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肯定不会去长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挖了，有这个子就挖就可以成立了。那差多了。差太多了。这挖到一下，这外面的头差飞了，不是差两目棋的问题。对，这里面接下来我就不摆了。它这个子有一个子的话，有一个大家自己可以简单的验算一下，这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接下来白棋黑棋不敢打这个。它不能打这儿，它只能往里面打。只能往里面打，那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黑棋它就不能走这儿了，你就被我挖受不了。你就只有走这个了。那这个区别就体现出来了，其实我不用我们再多讲了，这个区别已经体现出来了。是的。就是他实际上把这两下先走，实际上是很俗的下法。说白了就是他非常俗这个下法。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再追求一下次序，是不是这手棋不要长，这手棋来走这个。也许更好。如果这样的话，黑棋估计要回手虎一个，这样的话黑棋他、就是、不虎的话又被你挖进去了呀。对，这样的话他从心情上来说，他气势上来说也只有走这个。只有虎这个让你先亏一下再说哈。不能让你这走的之前全变成好棋了，那他受不了。那么我来帮黑棋想点办法。刚才你说的这儿，因为你先走这个嘛，黑棋尖这个，然后你挖进去。那么这里会不会产生一些变化？比如说我现在打里面无法忍受，打外面呢，刚才我们说的打了爬不成立。那我能不能先打了把这个拍吃掉怎么样？这也是换一种下法。这个倒是有可能的。这样就是说你突出我这下有可能损了。对，因为随着你的变而变化嘛。对对对，打吃接上。这个如果你拐打我就交外面。对对对，如果这样是本身我是应该怎么走的？本身我是，我也不知道，就拐打吧。拐打我就挡下去。挡下去。这个是有可能的，这是一种变化。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也不能太一厢情愿，他可能黑棋可能会是有一些这个变化，比如说这样的话，这下打入就亏了。这下打入亏了，但是这下打入呢，就是说将来还是有冲断的这个味道。对。也没亏，亏总是亏了，但是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大。对对，但无论如何吧，我觉得白棋这个应该想点办法，总比他实战好。从实战那个就是说的不太好听，有点这个太呆了，这个下法呆头呆脑的就走两下一拆个二，然后结果又不好，
你说简明如果好的话，那是你简明对吧？简明不好，那是就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有点问题了。他可能没有预料到黑棋后面的招法那么严厉，他觉得让黑棋尖一个之后，双方可能互攻的问题，没有想到后面有那么猛烈的招法。总之，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是觉得这种棋走了之后就拆个小二，这不会是好棋。啊，是，可能跟他这个棋风有关系。朴有俊他是一个非常，他后半盘啊非常强，对，啊，可以重视后半盘吧，或者说是他的棋风非常朴实。是的，他有点类似于那个以前日本的这个小林光一，小林光一就是非常的实用，其实不管棋形啊怎么着，他非常实战实惠，就是有点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基本功极好。朴有俊也是这样的一个棋手，就在他非常厉害的时候，因为他在零几年的时候夺得过富士通杯的冠军，对，在他全盛时期的时候，大家觉得这棋只要下到后半盘，那么肯定是朴有俊占优的可能性大。当时因为李昌浩的后半盘已经可能不是那么强了，如果是李昌浩跟他下，就李世石说的，他说这棋肯定是朴有俊要赢。就是可能双方差不多的情况下所以他那可能前半盘呢就想把战线拉拉长，然后拉到后半格吧，后半盘。但我觉得这个棋还是要应该有点追求的，说实话，这个有点，你后盘厉害也不能这个，也不能这样，对，不能这样，这个实在是太没追求了，感觉就弄两个拆个小二。是。显然是被动挨打的这个架势被人家一尖，不怎么好。他下一招贴这个，我觉得也是不太能够。是不是直接飞出来？飞出来应该好一点。觉得这种棋形还是不要贴得太紧了。最起码他尖的时候，你再考虑考虑是不是要挤上去。也许他尖的话，你可能盯着棋盘看20分钟也没办法再挤一个，就还原了。但是这个总之第一步想飞出来吧，它尖的话，毕竟我有很多变化可以选择嘛，这时候可以再想一想，还是挺想挺头的。对呀，好想尝。对，这个太诱惑了，这个尝。这个其实它搬这个，搬住它。这个收获是有，但是也不至于就不行了。它也很损，其实它也有亏的地方。对。你这一拐，它也是疼得一塌糊涂。也是痛苦的厉害，立还是走？你立的话，我就不补了这断点，我就把这飞过来。比如说，这样的话，觉得白棋好像下到正面去了，因为这面对这样就是黑棋很小气，看着黑棋就显得很小气。你如果接的话呢，我估计这得补一个，这要被连根吃了有点大。他或者说是这大局一点就跳过来，也不是不能考虑，因为你断我这边还可以靠啊之类的。对。这个白棋下到外面还是挺好的。对，这个我也可以靠一靠。这个其实不大，这要走这个的话，将来还能好像还能挤进去，不然你还不敢乱动。是的。也就是实际目棋嘛，就想开一点的话，这个头还是太大了。是。这面争过来还是太大了。所以说，我觉得黑棋会不会吃这个呢？其实画个问号。那这为什么不飞呢？这也是我觉得是不太好理解。他这个有点下的有点。对，他现在呢贴了黑棋的扳头了这个接下来之后呢，在这一带发生了很激烈的变化。那这个激烈的变化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怎么下的？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联赛当中石月和朴永训的精彩对局。那么接下来呢，轮到白棋下，黑棋刚刚在这里扳头，白棋要在这里如何进行呢？刚才我们是建议他飞出来啊，那么现在他贴了，势必是要扳的，这个时候遭到黑棋连扳，这太痛苦了。连扳扳过来，这也太痛苦了。这相当于是，比如说你在这个水里游泳，刚把脑袋露出来，刚要露出来就被人家摁下去，这是什么感觉？你就要进去池塘里去喝水的感觉。确实，这太痛苦了。这连扳很厉害。这人家都是铁，这边都是铁，你去这里面去撞做活，那个各种滋味，他就自己品味吧。这个只能说，痛苦。
所以他也忍无可忍了。他肯定得打断他，不然的话这棋已经没法看了。他必须得打断，从这儿长出来。这个但是不厉害，这个打断，他一间，这一间就是白棋其实拿不出黑棋。那我就在想，这棋当然是很俗的想法，我能不能挤断他呢？嗯，如果能挤断他，不也还行吗？不知道是不是成立这个走法。挤断的话，他就打吧。打这个是吧？长一个，然后你是不是再爬一个？我搬，先搬一下。先搬一个再爬是吗？对。那我有点麻烦。因为你这个棋啊，不能打吃。是的。打吃的上面。的话，你先粘一下。打一下，他打先。对，先打一下。然后这个地方他就粘上。他只要延出一口气来，就把你给夹死了。是的。在这里边变化还是，就是说比较简单吧，应该说是。它有一些变化，它搬这个的话，它走完了，它底下可以搬到一下。啊，可以就不行了。对。嗯，是，确实。这白棋不能这么下，你如果不能吃的话，你就它就已经活了。你不能吃，你就走上面，它这个打先生，它就已经活了。它好像还可以粘着杀你吧？白棋气应该是不够的。白棋气好紧。嗯，这白棋气没法杀气。对。所以说这个棋还不能断。不能断的话，那这白棋就很麻烦了。对，这白棋实际上次序下不好。你要是先走这个，嗯，先走这个的话，它可以搬。你看，我也不知道怎么下，你也不知道该怎么下。先走这个，这它先删一下之后，它还是能粘上。对，现在这个子已经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了。实在不行，黑棋是可以弃的。它还可以弃了。啊。这个白棋这边如果被删一下，已经是。这已经痛不欲生了。对对对。啊。所以这棋白棋现在拿不住黑棋。那人家一尖就跑了，那这个显然不太好，白棋。对，你这就只有自己去那个。嗯。去尝了一个。黑棋压住。压住。然后这个左看右看觉得不行，回到这儿来。对，这个肯定不怎么样。已经有点凌乱了，看起来。对，这个怎么就是关键？大家都竞相出头的时候啊。嗯，对吧？这个比谁跑得快的时候，他去底下捞个木，这个都去底下去，这肯定不对，贴出来。啊，白棋跳。啊，黑棋是先团了一下。黑棋团了一下，嗯，先把你这个能吃我棋精的招法给他灭掉，嗯，让你在里面补活。再跳出来。是。这白棋已经很坏了，像是这样。对，这个局部显然。白棋是不太想下成这样的，被下成这样是被逼的。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不可能是好的。对对对对对。白棋长了一下，在这儿。嗯。贴住。嗯。哎呀，这太委屈了。这两个子他又不想跑了。嗯。那如果能跑出来的话，怎么样呢？假如说跑出来的话，这个跑不太动。跑不动是吗？对。这个的话，嗯，我们来看一下征子。首先，他有没有可能就来给你来俗的？强吗？嗯，你要赶走这个，他就，他这个地方是先手，这个挡是应该是一个先手。对，要不然一冲他把他冲死了。对，冲死就是他挡住你，这里面就活不了了。啊，已经活不了。嗯，是的。他这个是先手，就是大家看这个先手，黑棋巨厚。嗯。那我这一挖，你这打了之后，我就直接就断了。哦。就是在跟我的后世作战的话，可能显得力量过于大了，这个不行。嗯。哎，你要是这头不敢长，那也没法看。哎，这个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就是说，在你周围很厚的时候，直接就把它挖断了。这是很显示力量的一种做法，嗯、很带劲儿，我觉得。很闷，这个下巴、嗯。是。看起来白棋是不太敢跑。跑不出来，就是这个跑不太动。嗯，跑不动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你跑不动，这个白棋实在不知道在干什么这一串。子乐就走了一个这个，这个我觉得朴晓勋现在这看状态是很有问题的。是的。嗯。他现在在韩国的最新排名是第九位。嗯。啊，也就是说不是很靠前了。不是很靠前。像现在第一还是李世石，第二是金智熙，第三是朴廷桓，就占据前三位，还有就是崔哲翰之流的。嗯。啊，就这几位都是在中国的围甲征战的。对。所以说朴永训以今天的棋的招法来看，好像这棋最近不是
的确是不太行。你看人家这头跳出来之后，你的这些东西，这个都是虚幻了，这已经是根本围不上了。对，是的。嗯，这亏太多了，这个举重。那实战的他又不敢跑了，选择了迂回啊，兼冲一下，找点别的下吧。嗯，兼冲一个，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局部。兼冲一个呢，它是有一些套路的。哦，是吗？对，比如说你爬这个的话，嗯，它如果这边大的时候，它可以跳。对。就是它如果选择这边的时候，它可以跳。嗯、那像这盘棋一样，这边巨大，对吧？这边黑棋发展潜力巨大，我们说这都厚成这样了，挡都先手，那白棋可以靠这个，嗯，先冲一下之后再靠这个，是，这是一个惯用的套路，啊、然后黑棋搬，一搬连搬，他就可以连搬了，哦、对，是，对，这样先冲这下是用上了，他这个地方你要是敢用墙，就可以打穿你，打了接住了，对，打了接住就用上了，本来是打了冲不出去的，这黑棋大概正好粘上，嗯，就黑棋不能动劲儿了、嗯，这样白棋可以比如说弄一个，是，啊，这个白棋还不错。嗯，如果像这样的话还不错，这是一个长形吧？对。如果贴呢，它就可以跳或者长。嗯。这样它也顺势把你这边给浅削一下，就轻削一下，找一个行棋的步调。嗯。所以现在下无忧角的，经常一开始就有渐冲的。啊，对对对，这吴大师比较提倡的。啊、所以说他就是，你这么想，吴大师说的也有道理啊。如果你现在兼冲，人家就知道该怎么对付你了，对不对？哎，像实战十月的下一招，嗯，对吧？他就知道该怎么去对付你了。对，哎，你如果你一上来他就先兼冲你，问你，先问你看 你是爬还是贴还是干嘛？对，这是吴屈原老师提倡的想法。嗯、但是我一般现在棋手的境界还没有体会到吴老师的这个高明之处，说不定要过几年才能体会得到，因为吴老师的境界太高了，实在是。对对对。我们一般人都无法体会。对，你要用不好的话，那就成恶手了，就走了。对，下好了那是高棋。关键在于你得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对的。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这是。是。现在黑棋先打了一下。先弄了一下，对，先。打了一下，然后白棋搬角。搬这个。他挡回来了，他也没有挡那个，挡这个嗯、是。但白棋不敢进角，被冲要冲死了。对。嗯。这个地方就是说，他如果强杀的话，白棋这搬进去有个眼。是。啊，这搬进去黑棋。不太好杀这。对，杀不掉，无法阻止白棋、嗯。所以说他挡这实际上是把白棋掌上的眼给灭了。嗯。那你就只有乖乖的做活。毕竟这目数太小了。对。黑棋来一个这个。嗯，我觉得很奇怪，黑棋为什么不再凶狠一点？比如说我很想下到这儿来。对，反正这个也是，就是说你这两个点吧，你下这儿还是下这儿？有点纠结是吗？他都得进来，你可以这样想，就是是有点纠结。纠结的是黑棋，白棋不纠结。白棋就总之我不能让你围上吧，我不能走这个吧，对不对？这不可能。对，这不这个。那扣子恨不得回到这六路去了。这个好像白棋倒是不纠结的问题，所以说你就想想，这时候这两招下哪个好？反正他都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对、你这思路上怎么想？有的时候呢，确实现在这选点很迷茫，这非常空旷，该怎么下呢？就像这个或者这个，这哪个好？就想想他如果接下来多看几步，就是多想几步，那他总是要往里进的时候，那是不是这个子？对他的攻击性就更强，嗯、对，比如说往回退一路总好一点。对，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啊，你走这种，我是不是在这儿的话，我镇住你，你的这个底下空间就会更小一点。嗯，在这儿的话，你是不是做活的可能性就会大一点？也许他是这样想的。对，反正我小一点，你也不能让我围上。我大一点，围上这期就没法看了，快点。我小一点是我相对于这个来说小一点，嗯、但是我相对你来说我可以不小，嗯、对吧？相对于白棋来说，这招就围得够大的。嗯啊，白棋他先弄了一个这个，对，这个黑棋好脾气，让他走着，这就很，这已经是很温柔了，哦，很温柔，很温柔。如果不温柔的话，怎么下呢？不温柔的话，比如说往下来个粗暴一点的，这个就是不温柔。啊，直接从这儿把它尖断是吧？啊，这个挺狠的。不，如果你尖，他不会打。对啊，挡我估计是不行。那你退的话，我是不是90%是不行了？啊，退的话我还得走，不然你好像挤回来了。嗯。这反正是多吃点。嗯。
但是不见得便宜。对，这个不见得便宜，也很难说，很难说。是，你还要是能最狠的，能不能把它铐断了？这是自己想下。这有点冒风险。冒风险。稍微。他就不纠结了，这个就冲过来，他肯定觉得已经很好。是的。也确实是白棋没有道理下的。嗯。那白棋现在需要拼搏了。对对对，显然是不太好啊。这个我们特别简单的判断，我们把这个这样啊，这个子算上，这个子算上，也就是说这个地方黑棋有两颗子对吧，五有角，这个地方呢白棋有两颗子，我们甭管它是拆边还是手角，总之是一人两个子，效率差不多。这个是黑白双方在下面的对比，换句话说上面这半盘呀，黑棋只比白棋多一手棋，因为下面手数一样。对。啊，上面手数呢，黑棋比白棋多一手。啊。多一手的前提下，我们数一数目，白棋这个目数跟黑棋这个目数差不多。啊。啊，白棋剩下来就这几目，四目跟黑棋这个目数差不多。啊。接下来黑棋这个角，我只要一走，我就有十五目，对吧？这咱先不说这个问题，然后咱们再比比这后势。您的后势是这个到四路，我的后势是这个。对吧？我才多一手棋啊，我才多一手棋，你这多一手棋你能下到哪儿啊？你这后势能涨到几格啊？嗯，这差飞了。这差飞了，这其实就是所以说优劣呀、啊，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一目了然。一目了然。嗯。我们说这个比的是后，这刚才又说这我一走就十几目棋呢，目数也差了这么多呢，所以说这个差距非常大。现在这个。这可能就是考虑到这个差距吧，他算了。是，拼搏冲进去。穿进去。在这儿。这也没什么好想的，黑棋冲过来。先冲过来再说。十月棋就是力量超大，十月就是典型的。是的。力量巨大。嗯，而且它的计算非常精准。对对 对，基本上你不要指望他在计算上会出问题。对，他跟那个只有你看不见的李世石啊，就几次交手都是这个李世石，要是输棋都是倒在这个力量上了。大家知道李世石比较郁闷。对，这个李世石这个力量太小了，这太没劲儿，很软弱。嗯，对，一跟十月一对抗的时候，他的这个力量差距就体现出来。太强大了。不过我想他们原来在贵州百灵队的时候，肯定也是队友嘛。啊。不过那个时候十月肯定水平还不行。对。不像现在这么厉害。对，那个时候李世石老大哥那个。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但是十月在不断的提升之后，发现李世石完全不是对手，是吧？在力量上，力量上我是对手。对，在一个环节里面，不得不说十月确实太超强。嗯。那个我们记得以前的时候曾经开玩笑说，这个十月呀、啊，叫他有一个绰号叫"场均一条龙"。为什么叫"场均一条龙"？就是、这大家可能看 NBA 的经常会知道有场均数据。哦，就是场均多少分，多少个篮板，多少助攻，多少那个盖帽，就是这些场均数据。那十月的这个绰号叫场均一条龙，就是他每盘棋要杀，平均要每盘棋杀对方一条龙。啊，如果下十盘，他可能这一盘棋你看他没屠龙，但是他这个总有，有的时候就屠两条、三条，就把那个之前的，我就场均一条龙。对，他确实是因为很多地方都觉得明明是他不行的。嗯，但是他总是给你以很强的招法撑住，然后发现对方不行了，就很奇怪。你觉得他怎么都不行的情况下，他总是他行。嗯，这是很是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这个太厉害了，啊、很霸气，很行。你看这种招法，你看他的棋子就是都是一道铁，然后又是一道墙，啊，最后下着下着就开始屠你的龙，这是他的一个套路。怪。你像这个时候嘛，我们可能一般棋手来说就想的可能是灵活一点，我是不是飞呀，先欺负欺负他呀、嗯、对吧，或者是我这个地方也许是不是飞下来更好啊，速度快一点。嗯，他不是，他就是最直接的给你紧紧的给你那个贴住。嗯，白棋搬一个，那你说我挡外面围控当然是可以的。嗯，但是这显然不是十月的风格。对，就不是他风格。挡这其实黑棋优势也挺明显的。对啊、嗯、完全可以这样下。就走过来就行，随便走走。嗯嗯，白棋的空太小了，还是我们刚才说，这白棋现在来看就这一个角上面抵消了嘛，我们刚才已经比较过、嗯、抵消了。其实你还抵不了，但就算抵消了，这个就这一个角，然后这个地方有一点潜力。
但黑棋这个潜力，两边的潜力太大了。我这以后立，如果挡我搬砖还是先手，这一路全硬腿，全是随便拆拆，这就到处都是空。啊、对，嗯，能成空的地方太多了。要是我，我可能会选择这个变化。挡住也可以。嗯。嗯，但这将来可能有个家有点讨厌，稍微有点讨厌。是的。他实战呢走这个，他是就比较黑，希望这样。对。你跟屈服，我再打。太狠了，这世人都忍不了，我觉得。嗯，对。这样屈服的话，这搬一下又屈服了，是这个小一个天幕就出来了。这可能不到一个天幕，关键是他接上之后，然后回头一爬再一搬。然后立完了，他这个扳斗先手，你这家伙没有，这、飞掉了，这茬子。这只能走这个吧，能管这个。哦、管这那边就差多了。对，那边家就没了。所以说不能忍，真的。那就拿黑棋把这个又趟回来了。这个白棋的确还是不咋样，我觉得白棋这穿这个结果应该也是不怎么样。嗯。人家很明显，你这个子现在已经废了。对吧？这个子已经废了。黑棋来说，它没有什么废棋啊。它每一步棋都刚刚好。对，它刚才本来这个废了。贴了一串。本来这个废了。我贴回来了。那这个又贴回来了，救回来了。嗯。你又不肯吃它。是。那走这个。搬起来。这样白棋反正就是空上能支撑一下吧，把黑棋这空先破了。嗯。再贴一下。贴。长。这样。对，但是也是一目棋都没有，单关出逃。嗯，很尴尬。是的，黑棋呢依然很完整，他的棋并没有什么弱点。哦，对，太厚了，就巨厚。是，我发现这个力量大的人一般自己的棋都很厚，晓得。对。方便于他出击是吗？是的。这时候十月又下了一个，就是，不是说一招吧，就是一个组合拳啊。嗯也是感觉到了他这个超强的力量。对。嗯，太男人了这下。他走这个。先走了一下。走了就这个、嗯。其实大家都以为他是不是转战时控去了哈？对。啊，你很容易想到的是他围控，因为他这个地方现在是明显全局唯一的一块未被开垦的一块这个空地。对。嗯，这是价值最大的一块地了，地方了。最宽广的地方已经。对。没有地方比他更大了。所以说很容易想白棋跳一个，白棋跳啊，然后再围一个，是不是走这个？是啊，这是一个套路哈、嗯，对。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的。他跟你想的呀，完全是两回事。他这步棋的用意根本不是围控，嗯啊，他这样不是走这个？他搬一个，你得，你不好意思这样吧？你这个的话，这人家一头一伸，这又长出十几目来了。关键是他这对你啊一直保持着威胁、嗯、你看底下白棋这实际上就是半只眼，是的，白棋底下这块就是半只眼，他一挡你就没眼了，他一挡你就没眼了，那你这个你上来不及去走这些东西，这虽然大啊特别大这条棋，但是你现在来不及，你不能这块棋被冲死吧，嗯，你只有走，你不管怎么走，你走走的时候他心情好了他可能走这种所以十月的脾气他有可能还继续来继续攻你，追击你啊、对，追击你，他巨厚，反正是，对，只要他的棋一厚他就可以对你想各种各样很过分的招法，对，你都发现拿他不着没招啊、嗯、对，所以说他这个这班首先十几目棋他先实实惠惠的装在兜里了，对、嗯、然后同时把你眼给灭了，搬的你这个心情也是大坏，我觉得、嗯、对，是的，所以这个地方死了也得搬，这时候大家就知道他这招棋是干嘛的了、嗯、他是为了引针，对，他是不是先团了一下，我记得他是先断的，先断的啊，先断的，是的，这个有点太恐怖了，我觉得这位选手的这个力量，我就在想朴永训可能下这个扳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明白他要断上去了，哦，是这样，对，这个黑棋只要搬了，黑棋是必须要断的、哦、对，那肯定要搬，这个你要搬了退一个的话那就太没出息 了就没点、嗯、两台后势没点空那不好，所以说他搬的时候他一定知道他是要断的，但是朴永训他也堂堂的世界冠军啊，你不能不搬 吧这太不像话了、嗯、太没面子了，这个这不能让人欺负成这样啊他搬总得搬，你断了我再想办法，对，再想办法，那确实也是不好办，关键是，的确是不好办。捡出来，捡出来。
非常。嗯。这个下法。抬起跳。嗯。抬起再跳。先下来。对。然后黑棋是挤了一下，我记得什么时候挤了一下。啊，他白棋先把这个跑出来了。啊，白棋跑了。他还挺狠的，他觉得这儿我先放这儿了，我先把上面先跑掉。跑掉，黑棋在这儿打一个。嗯，这就是他先挤了一下，这会儿挤的、啊，就是打之前挤的。对。嗯。安全，安全起见，他先这儿补一个。嗯。这样一来就把白棋上下两块分割开，然后我也攻击你。他最主要，他先捞了一笔这个现现金，嗯、这个实控实控先捞装兜了。嗯嗯，所以一边攻击人家，一边还守着控。对啊，这棋白棋立于不败之地。现在不能再跳了，你再跳他再被他围回来，这太受不了了，这还是下不来。他这两点先生、嗯，你还是下不来。是的。这上下全都是他的，你就是自己一条光棍儿往外跑，这受不了。嗯。所以他这只有走这个。他先下来，不管怎么说，嗯，黑棋是走了个阵头，对，背阵，在这儿，白棋愤怒的反击了，终于，嗯，他这他自己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太难受了，棋形太难受了，这点先手，啊、嗯，你要是这种尖，太委屈了，太委屈了，肯定下不出手，是啊，嗯，而且也没补好啊，好也不是说尖一个就已经做活了，对。啊，一手能做活也还行，当然也没补好，没跟不干净的棋。对。所以，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啊，虽然十月力量大哈，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会，我还是觉得其实他这个棋啊，有点没有必要这么下，太有点太凶狠了。但是呢，换过来讲，他如果不这么下，就不是十月了。嗯。这就是他的棋风，他就这样下，他对他来说，他觉得最好掌握。嗯，我们可能觉得这棋太复杂了，就这么下不好掌握吧这个局面，啊错了，他觉得你如果就是大家拆一拆，反而这棋可能以后收官的时候生变化，啊看不清，我就这个反而看得最清楚。对，他觉得围控不是他擅长的，攻击才是他擅长的，而且他可能在他的眼里围棋就是应该这么下的。啊对对对，他就认为这是对的，这是最重要的。啊、嗯，那么接下来这个黑棋飞过来了，白棋这块棋要如何处理？还是反击啊！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石月和朴永训的对局。刚才呢，给大家讲解到这里，黑棋刚刚在这飞了一个，嗯，现在接下来呢，白棋自己补呢，不太好补。对，这很霸气，其实这张棋也是很霸气。是，他总是要先要挟你。对。遭到直接反击，在这儿不能忍，关键是，嗯，长，白棋长着，对，白棋棋形还是很烂的，但是其实对，嗯，我总体来说这个战斗有点很激烈了，看着，对对对对对，这个很谈不上把握了，感觉上黑棋也不是很有把握的样子。都有点混战了，就看不清了。嗯、这黑棋跳在这儿，其实本来我觉得这局面，如果换个比如说孔杰之类的来下的话，他可能会选择一条更平稳的道路，不会像石月这样猛烈。对对对，他这个有点太猛了，实在是。嗯。是的。白棋先小尖在这儿。他、嗯、是靠。靠下来。连扳。嗯。这是定型，定型的好手。把自己先下得有弹性一些形状啊，嗯、白棋先避一下。这个是先手。要挟一下。对。嗯。看这白棋定型的手法，嗯，这个就是说，反正这个这张棋呢，应该也不是绝对的先手。嗯。但是它这个特别大，它走了之后，刮你这个双方的眼位啊，关系到双方的眼位、嗯、厚薄、目数，就是特别大。嗯是这个时候要注意，这像这种棋就是四小时大，对，看上去这勾一个好像是没几目，其实这是双方必争的要点。对，嗯，记住这个棋要弯在这儿，不要随便挡，挡的话被人家一扳一虎再拖进去，对对对，你很有可能是一会儿成打劫杀了。对对 对, 对，这个棋形，这样勾，接上，嗯，再去冲，冲着。现在其实就是
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白棋怎么去处理黑棋这块棋。是啊，现在这一串交换完了之后，白棋看上去啊，白棋这块棋看上去倒是没那么危险了。嗯啊，尤其白棋下一招他这个断，对他这个定型手法我觉得挺断很好。嗯，这个定型因为这个局部比较常见，这棋形对断完了之后，他这个七个子对，然后上下利用上面先点点到一下，再拍吃一下提掉，这白棋再接，再接上，就是看白棋这块基本上活了，活净了。嗯，那现在就是怎么去攻击黑棋，现在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环节。嗯，那现在其实黑棋通过这个啪这个扳断，我刚才说特别猛的这个扳断，就是他把上面都完全实地化了。嗯，把这右边完全实地化了。对啊，所以说现在黑棋就双方立场正好变过来了，以前刚才是黑棋特别厚，猛攻人家，猛攻，对对，现在是黑棋控不错，就是但是自己得处理好，是自己处理好就不错。黑棋跳下来，跳这个啊，这个好棋，这个是一个，如果你是这种吓坏了，这个赶紧去跑，嗯啊，这就不好，对，这个太小气走的。是，而且这个跑了，你要小心，他一会儿他也得跑，对，他也能跑啊。这地方白棋是跑，你这种单跑他还不给你呢，嗯，你直接跑他就不给你了。是，他是走这个，走这个你如果拖过，嗯，那这是可以。不过他就先尝一下，啊，等你接上，我再顶你一下。再顶。如果你挡住呢，我再扳你一下。啊，如果你退呢，你已经先缩了，然后先缩了。上面我再慢慢处理。对对对，他这个一弄过来，白棋应该是就不敢跑了，这两个字已经。嗯，而且黑棋也很从容，我一般就活了两只眼，看得很清楚。对。他不需要担心什么问题。所以说，这是就是有的时候自己虽然存在着死活问题的时候，但是不能太害怕这个，把棋形下好之后，其实自然就解决了。他这一弄，就底下就，嗯，自然就活了。所以这个就是水平高的差距啊！我就经常下一块，我觉得怎么看都不会死的棋，结果一会儿被我自己投死了，就不会处理孤棋啊，这就不行。要盯着对方的弱点，就是，嗯，是关键。这个时候白棋。小尖这个，嗯，他还是转战到这边，他觉得他不肯，通过肯定不舒服，他不肯，啊，嗯，对，黑棋又贴了他一下，嗯，先试一下你的硬手，嗯，白棋跳，嗯，黑棋在靠这个，对，这边呢他就看清了，他觉得价值没有这边的大，这边是不是暂时白棋也不是能跑吧？哦，白棋已经可以跑了，对，暂时他可以跑，但是就有杀气问题。好像黑棋气短一点，嗯，对，黑棋气不够，就是说白棋这个是随时已经可以跑出来了，但是跑出来现在目前来说也不是特别大了，嗯，目前来说不是那么大了，他就把这四个弃了就是了，因为现在已经跟生死无关，只是目数的问题，对对对，这底下目数也很大哟，哦，实战好像就是对，他就直接跑，嗯，对对对，就这样，这个不跑的话将来是有什么问题？不跑是吧？不跑的话，黑棋他也得补一个吧。如果觉得这里目数很大的话，这必须得补。他也没有别的很好的补法，不如补到中间去没有吧？应该。就是白棋这时候可不可以先撑一下？哦，先走那边。对对对。意思是。因为现在这个棋，他可能是朴有俊，这可能是觉得这个千载难逢。好不容易就是，我得赶紧跑出来。对对，棋筋跑出来了，对，赶紧弄这个。但现在关键是这个局面呀，这形势它没有那么好。就是他跑出来，他不见得好。他跑出来，他不赢，关键是，对。你要是跑出来，你就好了，那这个谁也不说什么，赶紧跑。现在实际上黑棋其实优势不小啊。嗯。黑棋实际上是明显优势的，那你这个下的这个简明的可能是不行的呀，这不够啊。是的，我觉得他还是得想想这个棋，先搬一个，对，先搬吧。搬这个的话，黑棋虎下去吗？哎，我也不太清楚，他到底应该怎么下比较好？还是要断了它？不会吧？如果断，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啊？断啊，就是纠缠白棋。对，我卷了一下之后，你这个有可能跑不出来了。我从中间直接把你蒙住了。嗯，
有可能。哇，这个也很复杂吧？也很复杂，这是总之白棋必须得想一想。嗯，我觉得必须得想一想这种段的话，比如说他打吃。打吃，我立下去啊。啊，我们就摆一个这个变化哈。对，先反正先把木旋捞了。这个你可能是这样卷吃啊，我就先给你全翻出来了。翻出来，嗯，那这样黑棋其实也是它挺冒风险的，这个能不能吃掉我呀？哎，我这个有点纠结，我这被拍一下之后，这里好像已经可以跑了，对，可以跑了。啊，这我拍完了之后，我从这儿断不掉了，断了被人提了。对的。那不见得行，这样。对，这个其实黑棋还是这个时候还是有点复杂的。对，看不清楚哈。白棋啊，不能那么简单的去下。一般如果觉得白棋有点下的好像，他是可能这个地方黑棋有个什么点之类的，就是说他怕他先手补掉了，对，先怕他先手就补上了。其实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这个形势，这个形势不允许他这么下。对，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看棋的时候，是不是正确的下法是一种分析的方式哈，嗯，就是说他你下棋总是尽量下正招，嗯，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你正招你已经不行了，你这个形势所迫的时候，你就逼得你只有去下一些不得已，对对，啊，你必须要拼，有的时候必须要拼搏一下。对，朴永训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可能性格里面有一些的这个弱项，就是，你觉得他拼的不是很猛是吧？对，他这个胜负关键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不是很那个，嗯，不是很能拼。对，他跑这个就后面其实很简明了，这黑棋在这一虎，这白棋控不够了，关键是。是啊，现在白棋这个问题太严重了，这个基本控全被破了啊。他小尖在这边，小尖这个他是很拼，嗯，大吃，他想把两边都撑住，但是木是他居然把这个立出来，啊，其实他也意识到这棋形势不容乐观，肯定是不好。但是立这个是什么棋？就是说这个他其实正常来说他应该走走这种小尖这个，嗯，但这个棋是不是形势已非啊？形势已非，就是他尖这个的话，嗯，黑棋可能走一个，我估计怎么走一个，撑一撑啊，拆一拆，这还要走这个这个地方大概就是你就没法去杀他角了啊，这里还有个冲断，他这边棋间接的把角给弄活了，是，对，嗯。这个角要杀的话，它是搬了直接点吗？还是要冲啊？这好像不能冲吗？搬了直接点，对，搬点。但是如果现在搬了点，人家这提都先手，你还谈什么杀人？对对对对对。啊，提一个先手，这个等于是已经补掉了。对，这棋还是白棋不够，就本质上来说，就还是控不够。嗯嗯，所以他实际上这样拼，这样拼不过黑棋一尖，这他不太能，这不太行啊，这白棋。是啊。嗯。他很拼的把它拐回来，这样，对，但是依然不太行。这样它就是保留杀角的可能。嗯。它这个有一点好处，就是保留杀角的可能。是，黑棋点这个。嗯。接上，然后尖回来。尖回来，对，这个明显还白棋这个打角要死，真的受不了。已经全部不活了。对。没有眼。对。嗯。白棋冲了一下，嗯，挡住，再一跳。嗯。这个后面黑棋就先把这边定型了一下，嗯，接上。他已经下得很温柔了，我就在想他直接点进去他要怎么下啊，这是怎么收拾啊？哦，这能活是吧？拐了几大，这是活的啊，这能活，嗯，点不行。那我还要走的话还得就是还得团这个，对对，就是团那个，哦，接上。黑棋先尖了上面，他在想在上面拱一下，拱出一只眼来。嗯，这是拱不出来。嗯。你拱两下。团住，嗯，是的。先刺了一下。啊。把黑棋先弄得不活，再搬起来。白棋其实对他还是瞄着黑棋的。嗯。啊，但是这棋很遗憾，这黑棋他有是，他有这个团。嗯。这时候你如果要是走这个回头是岸，对啊，他不是还是可以活吗？但是肯是吧，控不够，冲完了，活是可以活，把这个打掉，那就打掉，把白棋打吃一下，嗯，我就爬回去，这样他就走走活，就这个地方有半只眼，嗯，对，就他这活很轻松，那这个白棋肯定是得不偿失。你看这个跑，你当初这个跑是干嘛呢？跑了吃了十几目棋，现在这脚上，对，
那个沧海桑田了，这一脚。就关键这度过还没挤木棋，回头被人家一掐到全是假的，没连上。再加上这个黑棋又多出一二三四五目，对，这个差距太大，底下全贪光了，是底下都说不清谁目多了，那受不了，所以说他只好就拼一下，尖上拼一下，尖上，但是黑棋啊，这尖，这个黑棋看得很清楚，这个尖了，挡住，再一扳，然后一下，然后对点，把它靠死，这样提劫。这个局部白棋，局部白棋已经死了。那这个对，已经是接下来就是一个很明显是一个对杀。但这个对杀气有点多，好看。对，对杀黑棋气有点长。白棋从这儿先靠着它，我得先挡住你，不能让你跑出去。是这样，这一跳都要最狠的下法了。黑棋是翻了一个，他先团的，先把你这个眼团住，眼团住，因为这个攻气呢是这样的，如果说你不走的话，我扑了一团打，假如说黑棋要杀气的，杀他的话，攻气反正早晚都得收嘛，对对对，那么我扑一下再打掉你的话，便宜棋至少是，对，所以白棋让白棋粘上，粘住了。这就是一个攻气很多的一个对杀。这里面，但是如果黑棋就是执着的去杀下去的话，就是一个打劫。对，因为现在这里有个劫。对。而且这边也很容易成劫。对。再加上这个地方又有可能成劫，所以头有点晕啊。头有点晕，就是说黑棋如果继续收下去的话，这我们就不一个一个摆了，这个将是一个打劫杀。但是对黑棋来说呢，这个棋黑主动权在黑棋手里。我可以。不杀你，最起码对我最起码你杀不了我。你这攻气这么多，还有黑棋好多外棋。因为黑棋要杀白棋是要把所有的攻气都填上。对对。但是作为白棋来说，白棋不可能把攻棋填上，然后再收外棋去杀。是的。不太可能这事儿。对。搬这个。对。搬。接上。然后白棋搬住。这白棋都挑最狠的下。是断打。因为他不走这儿，走这儿的话被一拍吃一接，是不是出问题了？要出气，直接出气了。要走这个，所以这也是收紧，看上去气都收紧了，也有问题。但这儿又出一个劫。又出一个劫。就是黑棋是不是把这个劫提了一下？对，先提了一下。白棋好像还是撑了一下这个劫。对，白棋找了一个劫，把它提回来，断吃吧。这个。断吃。提回来。啊。就这个劫，黑棋也要注意。这个劫呢？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你如果被他做成大眼的话，这个你还是有可能被他吃掉的。但是其实刚才黑棋完全可以消劫嘛，我觉得。黑棋消劫。都可以了，就是这个时候黑棋怎么下的？有个问题，他有个接。要少小心一点。没吃干净。这个消劫也要注意。这个先被抓掉，然后这个回头还没吃掉，真麻烦。总之就把这个劫提过去，黑棋就行了。白棋提回来。黑棋好像是就接了一个吧。黑棋接的这个。对，黑棋把这个接的问题先解决了。省得我提的时候，我提掉，发现你这儿还有个扑哈。对。在这儿。然后这个白棋就没有办法了。先翻吃了一下。就先弄一下。打回去。白棋团了一个收气在这儿。其实黑棋真的要杀他的话，他是可以把这个劫，然后就是硬收，对硬收。这个劫也是，应该是黑棋的缓一气劫，等于说白棋还得收好几口才能跟他打紧一气劫呢。但是这个他但是没有必要这个。他是先提了一下。提了一下，跟白棋接上交换了。对。黑棋就很简单，只要我不死就行了。现在黑棋是赢很多了已经，然后黑棋下一招是把这个接上了。他先在哪先走了两下断吃先走了两下对走了两下他提劫白棋很顽强对顽强他还要把那个给撑住在这儿然后又提了一下白棋粘上走成这样的时候黑棋就他拍吃了一下那个就不去跟白棋打劫了把这接上这个接住这个接上本身就特别大，而且你要不走的话，这边还有问题。
这边一冲过来，冲过来之后，白棋那个对那块棋还有点问题。嗯。那等于说这个街上有先手味道哈。这个是先手，你这打吃就坏了，冲过来之后这两块棋，已经无法兼顾了。对。所以他就团一个，但团一个呢也有，也很有价值，收了一气。嗯。不过黑棋再把这个接住了。接住。这棋其实就是双活呀，这棋已经下完了。为什么？我就是我们刚才其实老早就说，白棋跑这个就跑了十几步棋。对吧？跑了十几步棋之后，这底下一双活，我们看这个大角，是吧？本来刚才是个中国流，对，中国流是一个单关手角加一个拆边的中国流，嗯，让人家一弄下来之后，走成双活，就一步棋都没有，所以说这肯定是白棋不行的，这本身目就不够，你再来个这个所谓的转换，这就是大败，嗯。对，其实下到这儿之后，就是白棋已经就输很多了。因为黑棋呢，其实他也不需要跟你去打劫，他也不纠结。你看，他就把这个先接住，自己这个角先补活，然后把那个大棋给走掉，打吃一只这十几目呢，哈。对，把那些角的目给守住，这样一来呢，目数黑棋已经够了。对。所以黑白棋虽然后面还是继续坚持收了官子，但是觉得好像跟胜负已经无关了。就是输很多了。因为这棋呢，他们是主将嘛，又是联赛。如果你这个主将位早早就站起来了，那么对于别的三台棋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士气。不管怎么样，你先坐在那里总是有好处的。撑到最后。是这样，没错。嗯。应该说是撑到最后，因为这个拼已经谈不上了，没有地方可以拼了。对。后面其实就是有点可以说是垃圾时间了。啊。那个已经没有太多的内容了。所以我们后面呢也不给大家多摆了，就想给大家总结一下前面，比如说在这个地方，黑棋的这一系列手法还是挺漂亮的。他尖了挡住，尖了白棋贴，他搬了连扳，这个手法是非常漂亮的。对，黑棋，总之这盘棋十月下的，可以说完全是充分发挥，就是他下的棋形也好，是他的这个思路也好，都非常的充分。而朴永训就是感觉从这一上来被人家这个闷进去之后啊，对，呛了几口水，这个头摁进去之后就一直很别扭，特别难受。没错。就这到处都是苦，但是每块棋都很苦。最终那个他这个跑，我觉得是败招，这个跑可能不能跑，一定要拼一下。就是黑棋靠这个的时候，对，先不要跑这一下，先走别的，比如说搬起来。还有的一下，当时还能拼一下。对，看定型。那实战这样就是输太多了，这个被人下来就没法看了，空不够了，主要是。所以这盘棋总的来说，十月的发挥要比对手好很多。哦，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朴永训呢，次呢是代表这个广州广日队参赛的。广州广日队呢现在处于保级圈，而且呢形势不太好。对。那个朴永训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他的发挥也并不是很出色，一般吧。有五盘棋作为主将出战，是2胜3负。嗯。但是相对于十月而言，实在是差距很大，因为十月发挥的太好了。他九盘棋全部都上了，总共的战绩是7胜2败。对。可以说是下满了全场的，下满了全场的当中胜率第一。胜率最大。因为有的韩国外援他没有下满全场，所以他胜率比他高。对。是这样的情况。全勤的棋手里面胜率最高。是。所以说这个十月之所以能够排名等级分第一，看来是名副其实的。是的。虽然他只比这个排名第二的陈耀烨只高了4分。也有可能下个月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更倾向于这个十月的等级分可能差距拉大了，他就啊会更提升一些。这个排名看来还是很体现这个状态的，最起码我们不说水平吧，这个状态是非常的好。他这盘棋也是表现的几乎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没有瑕疵的一盘完胜。对，是的。那么下完这一盘之后呢，这个贵州百灵队啊，也是凭借了这个主将胜嘛，他们也是取得了胜利，然后呢跃居了第二位榜首。那么最后的榜首就是现在这个榜首呢是山东队。那这个围甲联赛还是很精彩，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吧。好，谢谢大家收看，再见。好的，再见。好，感谢两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今天的文评论道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棋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棋友，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央视象棋世界。
这是咱们齐云的福音。象棋世界期待您的关注。欢迎您关注象棋世界。周末我哋相约象棋世界，每周五晚关注象棋世界栏目，听老梁怎么说象棋。